紧张什么？因为我什么？小 S 居然也有这么疯狂的迷弟吗？人气男星娄俊硕做客综艺《小姐不吸地》，没想到在团队是 rap 担当的娄俊硕，生活中居然是个害羞 boy， 面对小 S 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，超级腼腆。最后娄俊硕干脆打直球对小 S 表白：“我从大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。”还狂夸小 S 变得越来越漂亮。在小 S 的要求下，娄俊硕表演了一段饶舌，面对镜头的时候他表演得完美无缺，但是一转头看见小 S 就又回到害羞本性， rap 说的磕磕绊绊。在场嘉宾中是小 S 迷弟的艺人不止娄俊硕，黄伟晋在被问到最想娶的人是谁时毫不犹豫地说道 S 姐。虽然小 S 在娱乐圈总是以搞笑大胆形象露面，但在娱乐圈中还是相当受欢迎的，而且小 S 颜值也不差，身材也超好，性格就更不用多说了，会被男艺人喜欢就不意外啦。应该是选 S 姐。